吃吗？随便捡几个放石板上烤着吃。老铁们，起锅烧油，开始高端的食材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这个麻酱有点脏，我们必须把它稍微起一下。水来了，虽然有点小，还是能把巧克力清洗干净的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麻酱巧克力烧烤好了，我先给老表尝尝。老表看到吃的跑得飞快的，老表应该不会吃，老表很聪明啊，看吧，就你吃，哥不能吃巧克力的。